上面怎么会有人呢、啊？往那个快速道路上会有人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还好吗？谢谢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可以载我回台北是吗？我车只有一个人。哇，你怎么？你摔下来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头很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要不要走？从台北市啊。你一路这样走上来？对啊，我打了好多电话哦，都没有通啊。你要不要？您先坐一下吧，大哥，你坐。哦，很累。没事，我帮你打电话看看，可以吗？好好好，打很久嘞。好，没，我刚看你手机锁住了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没有锁住了，是打他们高工局。